看完凯撒的角色 PV， 我们能得知两个讯息：第一，凯撒钢琴是露西教的；第二，凯撒平常是这样按露西。Hello， 我是柠檬。我们身为一个经营挺拔相当出众的频道，看完这部 PV， 我只想说，凯撒跟露西真的很好嗑，今晚把他们都嗑了。你问我该怎么嗑？将他们从头吃到脚。虽然凯撒的力气很大，但他还是有细心的一面，像是这个细腻的手法，被抓起来肯定相当享受。还有这个带劲的摇法，肯定可以让他一口气摇到天亮。你知道凯撒起重机为什么这么熟练吗？因为我每晚都有陪他练习骑我身上那难以驾驭的巨型猛兽。不得不说，凯撒腿劲真的相当带劲。但我这边还是要严厉的谴责一下，凯撒，你为什么要奖励敌人？请你过来狠狠的奖励我吧。有观众问我为什么跟凯撒比较不需要花费体力，因为他平常都会很主动，基本上我们都不用出力。虽然他的力道很大，但是里面的弹性相当充足，可以做到很棒的缓冲。毕竟他主动撞过来，肯定需要狠狠的缓冲一下，才不会双方互冲。